很多朋友觉得蛙泳游着又难看，然后游着又慢，那你看看我的蛙泳游的怎么样。我们游蛙泳游的不好看，主要有三个原因。第一个就是抬头游，让我示范一下，你看像我这样会好看吗？啊，你就真的像个青蛙一样哈，抬着头游，然后对你的这个颈椎非常不好，你游的时间比较长的话，你的颈椎也会出现酸痛的情况。第二个原因的话，就是你的大腿瘦得太多，大腿瘦得太多的话也非常影响你的美观。看一下这大腿吃的太多的，看到没有？这样蹬着的话，真的就跟青蛙腿一样。我们蹬腿的时候，应该主要靠收小腿，而不是收大腿。看懂了吗？第三个原因就是你滑手滑得太深了，帮我做一下。你的手往下滑得太深，你的起伏就会过大，这样游起来的话就看着一层一层的，当然也不好看。避免掉这三个不规范的姿势的话，你的蛙泳就会游得越来越好看，懂不懂？